那牛都添上草料，喂上草了，添上草料，喂上草了。看那小二月，这小二月是真厉害，这家伙开始叼草吃了。这刚几天啊？没有十天呢，好像是这家伙，不到十天了就开始叼上草吃了去。自己在那叼草，嘎巴嘎巴这玩意儿呢，这家伙。他看大牛是在吃草，他就上那个槽子跟前去，他也去叼着这玩意儿去。下样儿呢，你还早早的想吃草了，你还？没事没事，你刚几天呢？你刚下生还不到十天呢，你刚七八天，你家就叼草吃了你啊？啊，小二月。这小二月真硬直啊，家伙，还掉草池去了，搁这。你看啊，还挺像那回事儿啊，家伙往里嚼呢还，小样儿的。给他们都赶出来，上小河套来喝点水，溜达溜达。让他们都溜达溜达，那小二院在前头也跟着溜达呢。这家伙出来撒个欢了，刚才都可乐呵了呢。一出来，家伙，二院二院过来，我哪跑你啊？撂上蹶子撒个欢了。二院过来，二院来，撅着尾巴撩我的家伙，哟。那滑呀，这打上出溜了，打上出溜滑了。二月，二月，来，二月，来来来来来，小二月，过来，小二月，看他这个奶妈多称职，家伙走哪跟哪，走哪跟哪。这是他那个奶妈，这属于他的那个崽儿不没了吗？然后可称职了呢。二月，你回来，那不是你妈妈啊？回来来，他们跟你不认识。二月。这不是我家牛，他不认识。马上快黑天了，现在下午5点多。开始把牛都给它喂上草料了啊，然后刚才咱们也看着了，这小二月挺硬实的，这家伙这还不到十天呢就开始叼草吃了，这家伙挺好，可欢实了呢。只要一给它天天这两天我让它给它妈他们放出去，它就跟着出去，跟出去去溜达去，两个妈呗，等于两个妈护着它，这家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，这家伙可享福了，家伙。行，好了，朋友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啊！谢谢朋友们的一路支持，下期见，再见，再见。